基隆市中心路41号、51号、61巷一带的住户，长期苦于时常面临停水或水压不足的困扰。在市议员何淑平及里长李王环多年反映，并与自来水公司协调下，终于在今年5月有了好消息。淑平在111年8月份，他们停水的时候，我就办理会刊。在112年8月份，副处长亲自过来拟定研议计划，就是说将把这里作为改善。113年5月份，我们现在正在做改管动作。那在这里，非常感谢自来水公司他们研议编列预算来改善我们这个水管。一样很感谢自来水公司编列预算改善当地的管线，解决居民长期缺水困扰的，还有当地李王环里长。我们都一直接获到中心路41号跟43号的住户一直在投诉，那很感谢何议员一直协助我。我们两个一直共同很努力，也感谢我们这一次我们自来水厂我们陈树清处长真的很帮助我跟何议员，那也很感谢我们何议员来帮我一心里来解决我们中心路还有中心路61巷、41号、43号、53号的这一些住户的民生的饮水问题。自来水公司在中心路25号及新二路174巷增设高压水管线，完工后也将路面恢复，让近百户在中心路地区的民众获得充足稳定的供水。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